咋啦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相信你们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，你们就已经知道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了啦。先讲明啊，这不是拍 prank， 什么也不是啊，因为曾经我也用过这样的开场 ，OK 啊。其实这一个东西，我想要宣布很久啊，我想要讲很久啊，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时间想要自己拍来给你们讲，所以希望你们现在都可以把这影片耐心看下去。我呢，已经是放弃了我自己本身全职的工作啊，现在我已经全职专攻 YouTube 这一条路啊。啊，那严肃啦，哎呀，只给你们讲一下吧，好吗？因为其实讲的这个东西想要讲很久了嘛，已经是开始有接近一个月了。其实拍的影片的目的其实是没有为了什么东西啊，就是真正想要表达，就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得到你们更多人的支持，更多的订阅这些之类的啦，就希望你们可以这样子啦啊。老板啊，那些商家啊，看到我可以找我打一下广告，不用紧啊，我们这种可以谈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来 inbox 我的 IG， 我的 email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要给你们看看一下，很多人都很好奇，其实我自己本来是在做什么的嘛，是在 Sutra Mall 里面工作的。至于我是工作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现在就跳回去我那时候工作最后一天的状况。OK，Let's、okay? go。呀，就是这一边我工作的地方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傻了，没错，就这边啦。音乐学院就是我每次工作的地方。其实我本身的工作就其实做一些我们自己分内的工作，就做一些 report 啊，还是我们做一些 sales 这样子卖东西这样的啦。啊，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那我的视野，每次看美女经过了，哦耶。然后就是卖这些啊东西，大线那些东西啊，还有这些乐器啊，其实就是这样普通罢了啦。平时呢，大家都知道我是玩吉他的嘛，就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是会很少弹吉他的，因为可能吉他玩比较久啊，所以偶尔都会玩一些钢琴啊。你们看看一下，不是开玩笑的啊。啊，其实我工作区就是这样子罢了啦。我给你们看看一下环境，就在音乐学院我工作的模样，跟我平时的东西啦，就这样啦。做 admin 要么就 serve 顾客，要么做这些东西，然后做完了以后就我们这样子钢琴这样子过时间咯。所以这边的画面就到这里了啦。这也是我今天最后一天在这边，没什么感触啊、只感谢当时他们收留我，好呗。啊，所以我们画面就回到家里那边去吧。Go。看到吗？现在的工作，讲真的，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整个 mall 也没有什么人了啦，所以会变得很空荡、很闷。我倒不如拿那些时间来去想更多的 content， 啊，来剪片，不是更好？是不是？虽然在刚起步是会有点困难啊，不过我相信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，我会继续再努力下去，会拍更多很好看的影片。其实也没有讲很好看啊，就是我会拍更多。我是专攻不正经搞笑那种所拍的，主要真的是有一些东西要很严肃的时候，我才会严肃拍。可是。不过接下来我相信都会在疫情在家嘛，在家里会比较没有东西拍的嘛，就会比较难想到东西啊，所以我会尽量就是一个礼拜先出一部影片先。如果往后疫情比较 OK， 比较压得住，可以出去拍摄了的话啊，那时候我就会尽量拍多一点，然后可能一个礼拜上两部影片啊。啊，然后接下来呢会有一个月有一个计划，我会选其中一个月我要拍，连续拍一个很。也不讲说你们没有看过了，可能有些人有看过，可能有些人没有看过的一系列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节目。不过你们可以放心啊，我是会去荒野求生的啦，啊，我没有讲谁嘛，我没讲什么嘛 ，OK。所以这影片到这里了啦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啊，记得那个红色 button 啊，闪烁一下按下去，那个小铃铛啊，哈啦妈，你跟他问我小铃铛开做么？你不打开哈，我的影片出啊，你讲懂嘞是不是？可以啦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